刚背负起宜兰市长的担子，我时时想着，我可以为宜兰市做些什么。这座城市正在改变，我们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经历，在这里感受人生的悲欢与苦乐。未来宜兰市将会有越来越多进步的建设，而智慧科技也会将我们串联得更加紧密。你会发现，我们共创了宜兰市更多美好的未来。宜居、宜市、宜安心，乐林智慧城。